都下车了，都上了，都下了。你今天看到野群，野鱼群，这群可能50、40了。小偷，小偷。小南，慢慢往前走了。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嘛，蹲低点，慢慢的往前走。他看我们呢。那肯定吧，蹲低点，慢慢往前走。他也很好奇，他觉得奇怪。我操！有些在吃草，然后有些在看我们。看你的肯定是公驴。吃草是母驴，是不是？你师母说对，看他真的是公驴，肯定的，警惕性高嘛，为保护小驴子嘛。你看耳朵扎直直的，然后尾巴一翘，叮叮叮冲过来呢。师傅，你们试试看啦、啊。那个江先生已经去试了，没事儿，我们看江先生的。我看江先生会不会被野驴追啊？